我是冉冉，今天就跟着我这个在香港的重庆人去中环逛逛吧。其实比起坐地铁去中环呢，我更喜欢坐船，因为又快又可以看海，而且还不用挤，在船上还可以拍一些装逼的照片，真的是非常完美。到了中环码头之后呢，还可以拍照，这就是 TVB 的取景圣地中环码头。然后呢，现在就往这边走，走去中环那边。好，高光，靠鼻子里有点油，不过高光还是蛮亮的。如果你们是坐船去中环的话，穿过这条桥就可以去到中环的任何地方啦。如果你们是坐地铁的话，我会建议你们从 B 打街这个出口出去，然后你们就可以随意的乱走乱逛，在中环斜斜乱乱的街道里面穿插，说不定你们就会遇到很多惊喜哦。不要为了找一家店而错过沿途的风景，这才是旅行的意义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中环的斜坡有多斜，可以直接滑下去的感觉，超斜。再往上看一下，你们看，斜的都快90度了，这样斜下去，我的妈呀！PMQ 是中环的一个创意园区，里面有很多本土设计师的品牌，一些创意的店铺，你们可以来这里逛逛、吃吃、拍拍好看的照片。酒精牛腩呢，我真的非常不建议任何人去吃。第一，它的味道真的很一般；第二，服务态度极差，像我欠了他们几千万一样。这种店再好吃我都不会去，更何况不好吃，所以你们也千万不要去。电车，叮叮车。